看看新闻网。说出来会被嘲笑的梦想，才有实践的价值。奇迹不是假想，是努力活在当下最好的证明。信念有多大，创造奇迹的力量就会有多大。魔法偶像，让我们一起见证奇迹。艺术人文频道每周六晚8:30绚烂登场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家宝。记得小时候在电视上看着魔术大师在舞台上飘着雪花，觉得超浪漫。后来因为18岁离开家，在求学的路上，我认识了一些魔术圈的前辈，是他们带我走上了魔术的这条道路。这次来到魔法偶像剧组，我要加油，我要努力。